所以这边为什么要传一个 activity？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需要一个 activity， 好，然后在一个图是哪一张，它的缩放的方式，还有就是说它的大小，制定好之后 return 回去就是一个小张的那个 view，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呢？帮我们放到 grid view 里面去，然后一个两个三个，所以这边有个 position 这边的话就传的就是说第几个嘛，因为它是一个 adapter 叫循序的嘛哈，一个两个三个，总共六张图就放进去了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话，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出来了。OK 啊，大概是这样的哈。那自动产生的方法哦，我想这也是一个，我觉得 Eclipse 真的还蛮棒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之前哈，如果你不知道会有这个新增，因为你不知道它实作有几个方法啦，所以你必须怎样再去参考 Base Adapter 里面要做哪些事情。那但是如果 Eclipse 你懂得新增未实作方法，哎，你会发现它自己帮你实作了。哦，这样子其实就方便很多了，不然以往你还要去查 Doc 里面还要再传哪，要实作哪一些，因为 Base Data 它是一个抽象类别，那抽象类别就是说它有这个方法，但是没有实作，如果你继承它的话，你就要去实作。哦，我就像以前我讲过嘛，抽象类别有点像是你爸爸有没有很喜欢开支票。支票都开了，但是谁去做呢？就你儿子，你继承他嘛，对不对？爸爸开了支票，儿子要去兑现嘛，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抽象类别的观念类似像这样，它就是开支票，好，然后你要去，如果你继承他，你就要把这些都做出来，好，类似像这样子。OK， 那底下的话 run 出来的结果哈，就会是我们要的。啊，所以请各位呢在。利用就是其他的范例啦，我想去尽量你就是去变化啦，像刚刚同学马上去抓一些图，然后马上去秀，哎，就可以看到结果了哈。OK， 那另外我们等一下来看那个，这个就是Gallery， 好 ，Gallery 做出来类似像这样，各位可以看到哈，就是有点像这样，就是这个它秀出来就是一个什么，类似像这样有没有？哎，那你想想手一拨有没有？一直拨，而且呢我一般的 sample 哈。有几种，一种是六张到底就没有了。那我这边的话，哈，把它改一下，改成什么呢？改成无穷轮播。反正呢，你到五之后有没有？那你就是六，六的话就是，等于是六整除嘛。整除之后呢，哎，又 index 又从零开始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让它一直无穷轮播。那这个方向的话呢，哈，我就给它一个很大的值，一直播不完。OK， 好，那就只要你点到的地方，哎，它可以秀出来。所以这种方式来看图的话，哎，也不错。啊，另外就是说，或者你点了之后，底下点下去还可以再整个怎么样，完全放大。啊，另外怎么样，还可以再配合我们昨天讲那个放大缩小的，有没有？就直接可以让，点了这个 click 下面的时候有没有？它能够跳出另外一个页面，然后把这一张图整个全部都放到最大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缩放。啊，再来就是缩放的时候，如果它关闭的话，再等一下，哎，这个画面又缩回来到原来的主画面，哦，那这样感觉其实就是可用性就很高了嘛，就是一般性的用途了，哦，所以这个后续的一些相关的可能没讲到的，我想各位自己再试试看，哦，把它完成，啊，不过这边会牵涉到跳另外一页，啊，跳另外一页，我好像你们其他课老师又讲到了，哦，但是。有没有其他课是有带到了哈、哦？不过后面我们会再讲了，我会讲的比较 step by step 跟各位讲，一些观念会让各位厘清很多东西，你只要理解了，其实就不用背嘛，也不用记啊。说真的，这些东西说真的我也没有刻意去背它，我只是记那个流程，记那个规则哦。你大概那 source 有时候忘记没关系啊，回头我把那个画面稍微看一下哦，我就知道说哦大概怎么去。修改哪些参数，我就可以达到我要的效果了。OK， 那这个 Gallery 怎么做哈？我们首先的话来看一下哈，再来就是说那个 Gallery 里面哈，大家第一个 View 的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UI 界面的部分。啊，基本上它的布局啊，跟刚刚基本上一样，我们也是六张图啊。那这六张图当然你可以改了，你可以改成你自己找到的那个图。然后这边有个 Activity Main 的 XML， 我们里面就。这个是 Grid View 哈，我看一下那个这个 Gallery，
那 gallery 的部分的话，哈，在上面这个范例，这我已经预先先写好了哈。那所以让那这边的话打开，那这个证照考试题的那个好像106题也有啊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稍微参考一下那个题目，那也可以试试看。如果做得出来的话，诶，那表示说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。好，那这里的话，第一个我这边哈布局大家讲一下。首先的话，第一个我这边gallery。那 gallery 里面放的应该就是 canvaside 里面啊，看一下是不是 canvaside 还是在 gallery 是在好像是在image and media 啊，在这里 gallery 拖拉过来对不对？然后高度的部分的话呢，我把它设为100，因为你太高的话，它会占到底下的那个 image view 的画面，那底下的话再放一个 image view，大概就这样。那相关的属性的部分的话，我这边好像是没有改动的哈。相关属性大概就只有这个高度部分，我把它改成100，啊，其他的没动。啊，另外等一下我们要来实作，大概程式码大同小异，也是会用到 base adapter，啊，然后呢给它，然后点击它的时候呢，也要触发一个方法，然后取得哪一张图。这里比较特殊就是说哈，我要怎么去把它改成无穷轮播？因为预设是六张嘛，对啊，六张到底，它就停了。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一直打，一直播，一直播，一直播，它可以一直无穷轮播的话，那必须要修改几个参数啊，就可以达到我要的预期效果。其他的话应该类似像这样。OK，好，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先试试看。那请各位也是建立一个 view，建立一个专案，专案名称就是这个 CH06 哈，叫 Gallery 哈。OK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